好，天气阁足寒，你外套阁少啊，你先回去啦。有话另外再讲。好啦，那呢，我先来走，晚安。拜拜。拜拜。Hello， 强哥，是你。我真够欢喜嘛。啊？罗志安不是带你看电影啊？啊，电影院密闭空间，欧密嘛，啊，声光效果够好，两个人要牵手还是要创啥拢就方便呢。特别是甲对熟识的人哦，谢谢。我只是单纯甲伊去看电影，我啥物拢无做啦。干嘛呢？啊，罗志安哦，身材好，人体贴个缘投。卖恭喜你，就算恭喜我嘛，就有可能让迷死人不偿命男性魅力，顶家咧死死昏去。真是无啦，伊安怎好，嘛无比你搁较好啊。是讲哦，我呢感觉讲你的心都定伫迄边啊。两个人有讲有笑的，而且伊替你换的外套，到今嘛讲唔敢摕落来，是搁咧回味伊的体温性。我是看到你来，我想过欢喜啊，我才会袂记你家己的外套放落来啦。你卖误会啦。你生气啊？这几天无见面，就让我看到迄温馨接送情，袂输咧演电影同款的。你讲咧？什么温馨接送情啊？我是为着要甲罗志汉伊的心办好掉，啊无我想安怎要接受伊对我的好？所以你真正对罗志汉是逢场作戏，不甲罗志汉肯定你的心过来？无，唯一一个会当肯定我心过来的人只有你，我这世人拢袂放袂记你对我的温情。你别走！你给我倒来！你别走！你给我倒来！黄老七，你这个查某囝惨啊！我给你吃，给你住，一定对你介好啊！你偷抬我的钱，去卖先生，去卖先生！无啦，这个钱是你为交易回收才叫倒来给我的啦！你好，别讲，我哪有可能做这个代志？你嫌我，嫌我，我真正无偷给你的钱，你的钱就算放在桌顶，我嘛唔敢给啦。你莫讲甲遐尔好听啦，哈，我的钱明明一定无要，唔是你偷摕，是我偷摕哟，哈，是我偷摕。我才袂用摕你的钱呢。无你是啥人啊？啊？鬼啊！你拄则唔使叫我。你是对一个耳仔吼，听我咧叫你啊！我跟你讲哦，你上好是莫插音乐事哦。我是无想要管啊，啊，不过你的声音真正足吵的，好惨一个火鸡母咧屁屁叫的，怕歹我坐客好心情，哪能陪我咧讲？拜你的大头啦！真正伊拄着痟的，啊，静平来，别来啊！啊，若无我就倒去，给你一顶啊粗巴，别来！我才不会倒去给你苦读。我真正无偷给你的钱，这衫真正是你为旧衣回收站捡回来的。我无买穿，你会害我穿，我今麦穿啊，你敢无赖我？你这死查某鬼啊！哈！你敢来硬开眼睛？你怎么了？家己家当？好嘞，你看。讲这袂烧，哦，你嘛真会烧，啊，这怎样烧？啊，烫你手，你拢无感觉哦？我就甲你讲，我是鬼啊，你搁提起，无要相信。哎，怎么话你啊？哦，王老师，你嘛了做讲好，你走会去啊？你好歹都莫回来。
多谢你救我。你的伤看起来足严重的，一定足疼。我当然嘛爱疼，我嘛不是真正是鬼。啊，不过会当看到你想要杀你的人，就咱走去，就感觉像解答。你伫遮等我啦，我等你下药啊，替你抹。你妈妈对待你，都要回去啊。你无需要回去替我提药啊，那么不是你妈误到疼死，就是公司，无打电话你走啦。伊是我的老母，伊安尼对待我，拄得好尔。啊，你真正要回去继续去苦读？害怕伤尔，看是都好啊。而且我嘛无所在通去啊。无所在通去。大个所在简单啊，交互我，我来处理就好。你为着我手留遐尔啊大个疤，迄时阵一定就疼个吼。若毋是为着我，你嘛毋免受即种罪。路经不平，气死人人啊！小官兄，无算啥。啊，毋过迄时阵若毋是你出现，我个面可能就会予阮后母弄甲毁掉啊！我嘛有可能会无性命。是你把我从食饱的地下内底救出来，就是因为你对我足好个，毋但是救我，佫予我一个查某漂的所在住。所以强哥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对你只有100%会死心塌地。死心塌地哦？嗯。哦，这些你我介意。我叫你创啥就创啥，无咧韩国，无枉费我遐尔疼惜你。嗯，你就是我的天啊！我会继续打拼，袂让你失望的。也是讲你拢袂好奇，为什么我要你去钓罗志汉？袂啊，不管你有讲理由无，我就是相信你。你哦，就是嘴甜啊，无怪得人疼。哇，这罗志汉穿遐尔侪物件，伊应该讲你食袂够，煞唔知哦，已经予你食死死啊！够辛苦。那呢，我刚要穿一个予你食。嗯。啊，是讲你会忝无？我甲你掠铃啦。啊，是讲我替你尿耳康，好不好？我这门哪有不关好？少爷，还是我卡暗，再来这边啊？拢迟到啊，搁卡暗呢？大伟哥，不是啊，啊，顶个吼，伫个会馆较歹势啊，对你吼就粗鲁的，啊，你无好惊着啦吼。没啦，哪会惊着？啊，若是无安尼做，罗志海伊哪会相信？你无代志就好啦。啊，对了，因为迄个阿伯，敢有对你想超过啊？没啊。啊，左算讲伊对我伤过超过，迄嘛无要紧啊。加强跟满意，我的付出都无算啥。哦，真正是我的好女孩儿，你着继续跟罗志汉聊嘞。啊，有啥物事啊？甲大伟讲，来无？好天来破土。